磊的离婚风波之前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也因此暂时退出演艺圈。暌违许久，终于在日前复出，并于10日在曼谷举办演唱会，吸引大票粉丝到场朝圣。而这次飞往曼谷开唱，也是王力宏历经婚变低潮后巡回演出的亚洲首站，对他来说意义非凡。对此，他也在演唱会结束后发文吐露心声，而这也是他暌违两个月更新贴文。他在贴文内感性表示：“谢谢每一个你，并附上一个爱心贴图，感谢粉丝们一路以来不离不弃。”贴文一出，粉丝们也纷纷在贴文下为王力宏加油打气，很开心他终于回来了。而好友黑人也留言恭喜他泰国演唱会大成功，也再度于网上引起热议。Thank you.